昨天才当了一下。以后类似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混进去，然后到时候突然出现拉个白布条，请他支持我们，那他一定要表态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像周议员，他也是支持蔡英文的这些嘛。他曾经跟你来周，然后他下午来，下午来。就这个哈，就是旁边的周正海。那我们不是找他们麻烦，我们只是说，现在就是说要对，请你支持我们，请支持啊。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做，因为网络比较不好，所以网络比较那个慢一点。下次你有在讯息就那个，好，两个人在就知道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见得你的人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的，未来这一条路也是会走的。你们人一定要在一起，然后有有这个，而且你要尽量挤。我知道啊，外环。对啊，而且你就大概在七张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拿出来，叫大家一起做保护我们关系的，就是请他保护，请蔡总保护。就是那所有的工程师全部都做，我了解他一个。然后不过花掉了3000多万，这上面写的很清楚，他也纠正自来水公司，也纠正公路总局。因为公路总局到后来根本都不行才撤案，那这个刚开始也一直觉得没有希望的，因为你在对抗新竹县政府，对抗公路总局，对抗自来水公司，没有希望，就是搞到后来还是搞到，就有时候要坚持啊，对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啊。